日前，网上曝光了一组赵丽颖的最新代言大片。照片中，赵丽颖身穿白色 V 领泡泡袖连衣裙，搭配卷发优雅大气，佩戴腕表温柔可人。虽然赵丽颖这身造型比较简约，只有纯白色的色彩点缀，但是在细节和元素映衬下，却是彰显出精美感。首先就是选择 V 字领和短裙的设计，不仅能修饰出天鹅颈，而且还能打造出清爽简约范儿，关键还能增添露肤面积，避免整体的风格显得单一随意，上半身主要集中于泡泡袖的点缀，泡泡袖则是偏向甜美减龄的风格，不仅能映衬出复古时尚范，还能展现出宫廷式美感，进而打造出迪士尼公主范。裙装则是运用了褶皱元素点缀，不仅映衬出了新的元素，还能够展现出甜美减龄范。本身褶皱元素都是映衬出年轻时尚的风格，所以在利用修身的设计下，既修饰出优越的身材，还能展现出窈窕淑女范儿。喜欢就订阅呗。